沙湾，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自古物阜民生，岭南建筑瑰宝闪耀着先人智慧，而这里的传统美食蕴藏了沙湾人对生活的哲思，一脉相承，代代相传。一大早，苏总沙湾的一处胶园里采集他今天要用到的重要食材香蕉。他今天准备做一道香蕉焖鸭。30年前，苏总与四个搭档从番禺宾馆走出，摸索起自己的美食之路。几十年耕耘，他和几位伙伴成功地将这里打造为一个沙湾美食文化的接力点。不少失传的传统菜式在他手底下得以重见天日。在他看来，每一样美食都有它独特的文化意义。我叫苏建华，我本身就是一个厨师。我是毕业了之后，83年偶然间就进入了这个饮食行业。在个92年的时候，就同几个同事一起出来开了一间餐厅。在个1994年至95年之间，我们就在个很多的熟客或者朋友各方面就得到了一些叫做我们以前的传统菜式的一个资料，包括我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一个前辈就赠送了一本叫做沙湾菜谱给我们，咁我哋就发觉入边嘅菜式，我哋以前听都未听过嘅，就唔讲话食啦。咁我哋就同我嘅拍档，同埋个厨房嘅大佬出嚟研究下，同埋发掘呢个菜式。我感觉到沙湾佢有两样嘢就比较传统啦，一个音乐并存得好啦，因为而家好多私火局，但我感觉到饮食方面佢亦都有好多系要等到你挖掘嘅，同埋传承嘅。同埋更加想把個沙灣個飲食文化復興，所以我都喺個既然我得到呢個菜譜嘅情況，我都想當作自己一個叫做傳統嘅美食文化一個傳承者嘅啦。咁啊，我都希望能夠把呢啲嘅所有嘅沙灣傳統嘅一個優良嘅飲食氛圍，想繼續傳落去。在物資匱乏的年代，人們物盡其用，創造出了這道香蕉焖鴨。鴨子越大越肥，焖起来越香。同土豆焖鸭、芋头焖鸭一样，香蕉承担了平衡油腻感的作用。在树上刚刚成熟的香蕉，经过蒸煮与肥美的鸭肉同焖，口感像土豆一般结实粉糯。香蕉的选材一定要树上熟，熟了之后斩咗落嚟之后啦，就仲系啃到青皮的时候，就可以蒸煮嚟剥嚟。嚟炆炖鸭啦，香蕉就一定要带皮去蒸，蒸熟咗之后啦，就用速度快少少就剥开咗之后就斩件嚟，跟住要落埋鸭一齐炆啦。那个时间要掌握得好快，唔系会变黑变瘀。鸭嗰啲鸭咧就一定要选住啲肉肥高厚嘅白鸭，因为香蕉系一个瘦物，佢需要吸取大量嘅油脂先至好食嘅。60、70年代知青下乡嗰个年代嚟。嗰啲知青發明嘅啫，以前嘅農民叔叔俾咗一梳香蕉俾佢，要等佢焗熟咗先嚟食。咁啊，另外一啲農民伯伯就俾咗送一啲鴨俾佢，不如斬咗只鴨，見佢咁肥，覺得香蕉喂，可能佢係瘦物嚟嘅喎，可能會把嗰、那個城市人嚟探佢嗰種口感會嗰種肥膩會減輕喎，咁啊佢嘗試就剝咗啲香蕉嚟同啲鴨嚟炆嚟食，當佢食嗰陣時感覺嚇。點解完全唔同到好似食薯仔咁嘅感覺，好似食芋頭，好似食薯仔嘅感覺，把呢個感覺去不斷咁去做，同埋講俾其他人聽，咁所以變成一個菜式咧。